今天才宣布快筛阳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，今天在脸书宣布 PCR 阳性确诊。北市议员担心负责防疫重任的黄珊珊确定要被隔离七天，若连市长柯文哲也确诊，接下来的防疫工作该怎么办？将来防疫指挥官的这个工作由谁来接手？我，他们还都是我，就是少一个分担工作，全部要自己扛起。现在都是网络作业，我觉得发现这种视讯哦。这个被客观的问题，所以说被插管不能讲话，观众没有插，那个就是失望的火边界。而每日确诊数不断创新高，双北疫情尤其严峻。有议员建议，是不是该北市全面大快筛，揪出黑数确诊者？然后有没有可能大家249万同时做快筛？只要边境还开放，瞬间快筛就没有，那一瞬间清零，它还是跑进来。可是让我们在今年2月开始，每天确诊入境超过100个，都知道生命如何了，防不胜防。我就要了解两关，再想办法跟病毒共存。双北也启动快筛阳分流，若是符合中央指定的三类族群，居家隔离、自主防疫或居家检疫，快筛阳经医师视讯诊疗认定后视同确诊。此外，一般民众若快筛阳性，若有症状，就要到十一大医院或是防疫急门诊，就能一条龙采检、看诊并拿药。但无症状，只要到社区采检站做 PCR 确认是否确诊就好。双北疫情严峻，全力守护医疗量能，才能保住百姓的命。记者陈正茂、徐国豪、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旺旺水神，还有我们下看到这一台一直在喷烟的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，哪里买呢？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。好，同时呢，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哦，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，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 588，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。